I close my eyes, then I drift away into the magic night. I softly say a silent prayer like dreamers do. Then I fall老总啊，还有说瞎话的天才，还富于表演能力。说到痛心之处，一行鼻涕，两行眼泪。我市话剧团选中了30年前发生的一起拖拉机杀人案件，改编创作出3幕话剧《刹车杀人》。导演胡坤汀应邀接受本台记者采访。生存还是毁灭 ？To be or not to be？ 他的脚。在松开刹车那一瞬间，他在想什么？挣扎、犹豫、痛苦、愤怒。他的脚在狂喜，他的脚在啊大叫，但是他内心在流泪，在抽搐，在哭。他意识到自己在杀人吗？这就是复杂的人性，这其实就是艺术上的撕裂性。我希望我的戏不是生活本身，它是一面镜子，它反映出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时代的关系，还有人与生活的关系。人人都是哈姆雷特呀。他就是马家沟村的哈姆雷特。两根油条。哎，好嘞。准备，走。30年前的农村，微风拂过稻田，牛羊成群结队，阳光有些刺眼啊，我的眼睛！喂，上！在落日的余晖下，我们看到一辆拖拉机在艰难地行驶着。左转弯，右转弯，下坡，上坡，咔！碰擦，大哥，车好像坏了，你踩着刹车，我下去看看。注意眼神啊！大哥，发动机坏了，我一人干不了，让嫂子下来帮我一下。嗯。踩紧了刹车，可不敢松开，松开我俩就没命了。放心吧，踩住了。我想你，我每天都在想你。我也想你，我从白天的我想到晚上的你，我想带你离开这儿。蓝天白云，万物荡漾，脱裤子！小王啊，坚持，能换只脚吗？不能。激烈一点，激烈一点。溜车啦！青青，大白天，你们为什么脱了裤子？青青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青青，去死吧！你们这对狗男女！真的，我让你们快活，我要你们走命！停！你是谁啊？我叫马弗里，老西街卖早点的。那个人演的就是我。大叔别紧张，有什么说什么。
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。当时是他们家的鸡把蛋下到我们家了，这我妈一看呢，就说：“你们闺女得是我儿子的。”哎，腊月二十六呢，我们就结婚了，头半年都挺好的。哎，一入夏不行了，说案子，怎么杀的人？我没杀人。那拖拉机怎么把他们压死了？刹车坏了。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？就这么巧。你别瞎说话啊！你那个案子卷宗我都看过多少回了。我没瞎说。那个开拖拉机的叫李建设，他就不是我们村的。我们村就没有人会开拖拉机，我们是从公社农机站请的他。说案子，下了拖拉机是不是骂人家狗男女了？我没骂，我就不知道他们在搞破鞋呢。我当时一下车，满地都是血，我一看怎么下半身都光着呢，我还想呢，我说这车轱辘怎么把裤子给压掉了？你现在说的跟卷宗写的完全不一致。那是后来警察来找我，让我说当时的情况。我当着警察，我当然得说我把他们压死了呀。你等会儿，你刚才说你没杀他们，拖拉机的刹车坏了。啊，对。你下了拖拉机，看见他们没穿裤子，才知道他们在那儿搞破鞋。对。警察找你，你说是你杀了他们。对。那你对警察说假话了。他们在搞破鞋呢，我当然要说我把他们给杀了呀。我明白了，你没杀人，但他们给你戴了绿帽子，你为了保住面子就在警察那说假话，说人是我压死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这意思，就这意思。那你就不怕判死刑？那时候把面子看得比啥都重啊，就为了这个坐了十五年的牢。哦，对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们这个戏能不能按照我说的给改改？我就不信，哪会有这样的人？那他说的要是真的，赵文霞得是个什么样的人呀？他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？表现生活，不应该照着生活的样子，而应当照着他在我们梦想中的样子。契诃夫。海鸥，可我连赵梦霞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样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灵魂。我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和目的，只是要避免一切肤浅的、空幻的、阻碍我们自由和幸福的东西。我的苹果，我的苹果去哪儿了？苹果呢？你刚不还拿在手里吗？是啊，苹果手机快出来，我的手机在这儿呢。对不住啊，你们继续。那我连赵凤霞的样子都不知道，我演出来的就是我自己吗？不不不。人的第一自我是本我，是自然人的生命形态。第二自我是理性的我，是意识形态，是在成长过程当中形成的自我理性认识。对于演员来讲，第一自我就是本色演出，而第二自我就是根据角色和剧情的需要去塑造一个新的自我。新的自我？嗯。是什么样的我呀？我又不是赵凤霞。你要相信戏剧的力量，你会变成赵凤霞。
人家华子团想怎么排就怎么排，你又没有真的杀人了。我是没有真的杀人啊。对啊，你没有真的杀人，那他们怎么排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怎么没关系了？你就应该找一个律师。嗯。那啥律师？嗯。他不是要吃人家豆腐花吗？嗯。你找他。嗯。让他告。怎么告？人家话剧团是按照你马叔当年自己承认的案子去排的。嗯。案子不能翻啊。案子一翻，他们不敢瞎搞。你等他们排出来了，演出了，那不全世界都说 你别在这儿给我胡扯瞎扯，你知道个什么？知道个屁！就你懂啊！就你知道你不让人家吃饭了是吧？豆豆，你妈说的对，我们别吵架。我帮你说话呢。你是不是不想吃饭了？不想吃别吃了，真他妈不想吃。你吃饱了没有？我妈就是有病，她这么对你，跟她过什么呀？你妈挺好的，你应该跟她离。哪有小孩这么说话的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要有什么事儿不敢跟你妈说，就跟我说，我跟你一头的。你跟他一头的，我跟你是一头大。谁呀？老跟你打电话啊？我要有事儿，你真帮我啊？你说。哎，你说话呢？哎，吃了吗？吃了。我让他歇。哎。我让你帮我那事儿，我妈要不同意怎么办？你妈不同意，马叔同意啊。说，我怀孕了。我遇见一王八蛋，我以为……你别说了，这事儿太大了，这事必须跟你妈说。我要打掉他。哎。你就当是你没跟我说过这个话，我也从来都没听到过这个话，行吗？爸，还没说完。这不进去说。进去。哟，门反锁了。没有。上去坐着吧。行。啊，不，不了。准备好子母吊，就中午和晚上都要睡觉的事情。另外，减少具体的药物。我要带孩子去要钱。我没钱呐。哎，你妈的钱谁能偷出来？我没办法。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眼睛怎么了？不知道。谁打的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跪好。不知道。学会跟我说不知道了是吧？好，说不说？哎呦，谁打的都不知道，什么都没看见是不是？学会说不知道了是不是？今天小的也跟我反，老的也跟我反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说不说？够不够疼？说不说？哎呦，还是不说是吧？不够疼是吧？来，说不说？说不说？不知道，居然跟我学会说不知道，不知道。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，再打，打到你说为止。来，跪好。
今天这豆花怎么味道怪怪的？咸了是不是？刚才说哪儿了？刚才就说这个，当时警察没有刑讯逼供我，都是我自己承认的。那你活该。那你要都这么说的话，那就算了呗。算了？为什么要算了？你因为说了句假话，然后坐了那么多年牢，现在还背着一个杀人犯的名声，你说算了？这对你来说绝对不公平啊。其实我觉得我现在过得也都挺好的。什么叫挺好的？啊？什么叫挺好的？你呀，马弗里，我们为什么要活着？人为什么要活着？是为了尊严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有尊严的活着，尊严你懂吗？你的尊严呢？你的尊严早就被杀人犯那三个字给剥夺了，没有了。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？行动，我们要行动，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，我们要把你的尊严夺回来。你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就按你说的办嘛。豆花咸了。盐放多了。皮哥，你哥真不是我弄死的，是那个拖拉机那个刹车呀，当时。话剧团要把这个事儿拍成戏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怎么看？我想找律师翻案。我听说盛世大梦一场，死是万物皆空。谁？我。哦，说挺好的，说挺好的。我为什么要听这句话？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死者已矣，死者已矣，能明白吗？就是死者已经拉倒了，就是已经死了，过去事就让它过去，让我们放下，放下，明白吗？可是为这个事儿我坐了15年的牢，我现在又背了个杀人犯的名声，不公平啊！天道循环，因果轮回，你现在所有遇到的果，都是在还你当初种下的因。那我们活着不是应该找到自己的尊严吗？我又听说，朝花夕可逝，大梦如幻影，风露一双变，一切皆是虚无。你那个尊严就是虚无，就遵从因果嘛。我问你，你现在过得好不好？你告诉我你过得好不好？挺好的。那不就完了吗？我忙成这个样子，特意跑到这里来，在这跟你说了这么多，就证明我已经放下了，我都已经放下了，你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不要去打扰逝者，让他安息嘛。你好好的过你日子，怎么就不明白吗？明白了。你别老明白，你表态，你以后你怎么办呢？你啊，按你说的办。对，正确。就你家豆花啊，不是咸。是压根就没盐味儿，淡了，不是淡，是没盐味儿，就是淡了吗？没盐味儿。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不是都说好了去那个？我都打听好了，人这个大夫是个高手。一天好几个呢，最重要的是，你有查身份证。马叔，杀人什么感觉？我没杀过人。你也别胡思乱想的，你肚子那个什么都不是。对他来讲什么都不是，那对我呢？对你就是个麻烦。那也是他的呀，他有老婆有孩子，我们都是麻烦。多多，你可千万别糊涂，你把这孩子要生下来，你这辈子就完了。
以前说了那么多的好话，我都信了，但那都是演的。他要接着这么演下去，就算他是骗我，我估计我也都会信。但他不演了呀，他害怕了，他怂了，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天天催着我打这个。他越是这样，我就越不听。我难受，他也别想好过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让我再想想。知道为什么被卡在这儿了吗？前门你不让我进啊。不对。你追我。不对。我钻不进去。不对。那为什么呀？你再想想。大哥，我错了。错哪儿了？不管哪儿，反正我错了。哎，这个态度是对的。我们话剧团是市级单位，市级单位你懂吗？市级单位的大门也是你想进就能随便进的吗？我进去过，我认识导演。他们还让我给讲戏，这戏讲的就是我的案子。哦，就是你啊。就是我，就是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马福里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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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叫狗野武。我能进去了吗？不能。撤诉。你呀，我想通了，一切都是虚无。怎么会是虚无呢？这不都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儿吗？这都不是你的历史吗？虚什么无？一切都是因果，都是我应得的。这是冤，这是错。你没有杀人，你就应该洗清你自己的冤屈。这不是说还你一个人的一个公道，而是还世界一个真相，你明白吗？就算是赢了又能怎么样呢？我不是还得接着卖豆花吗？你呀，你们这个豆花怎么越来越咸呢？不，到底他是咸了还是淡了？你别跟我说这些咸了淡了的，你别打岔。老马，嗯，我们生就应该有所为而有所不为，我们死就应该死得其所。我们生而为人，我们不能像一个屁一样就这么被放掉，我们总得留下点什么吧？那我能留下什么呢？什么都留不下来。那我留什么呢？但是我们奋斗过，我们努力过，我们为了正义，我们坚持过。只有这样，只有这样，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、你的邻居、你的孩子，才会为你感到骄傲。感到骄傲？行动，你必须行动起来。那我干点什么？不管干什么，行动。行。动。行，就照你说的办，就这么办。这豆花到底是咸了还是淡了？我心真重。多多。我先听说，当别人打你左脸的时候，你要主动把右脸伸过去。谁？挺住！啊，挺住，挺住，挺住，挺好的，挺住，挺好的。意思就是让我们学会忍耐。我挺能忍耐的。那你还去翻案？还专门通知我？我翻案，我不光是为自己一个公道，我还想给这个世界一个真相。
你凭什么认为你所觉得的就是公道，你所说的就是真相呢？我没有杀人，所以我不能这么活，我得有所为有所不为。人都是有罪的，我们用一生在赎罪。我哥即便不是被你压死的，也是因你而死。你忏悔过吗？你求过饶恕吗？你的罪过还没有洗清，你还没有得到宽恕。我没有罪过。你牛得很。你没杀过生吗？你没撒过谎吗？你没谈过色吗？你没发过懒吗？你狂妄至极，竟然说你自己没有罪过。那个豆花里没有盐味，这偷工减料就是最大的罪过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挺住，忍耐。我可以听你的，我也可以忍，但是现在搞你哥的不是我，是话剧团。绝望，救救我们！大白天你们为什么光着身子？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这是忏悔，是我们对不起你，是我该死，我不该死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我们！啊！又是谁呀？我副团长免副啊，就叫团长吧。啊，李总，年礼，叫我屁哥。姓什么叫什么那都是个屁，但历史不是屁，不是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，你想怎么放就怎么放。李建设那是我亲哥，当年那事儿那就是跟你们演的就不是一回事儿。屁哥，您可能误会了，舞台上那是角色，那不是真实的人物，那是假的。可你们演的就是当年我哥被拖拉机压死那个事儿啊。艺术源于生活，但是它并不等同于生活嘛。啊，咱们就拿你哥李建设来说，别拿他打比方，死者为大。咱们就说那个赵凤霞，他也是死者。赵凤霞那老公叫什么？马福礼。对，咱们就说马福礼，他也是这个故事当中的人物原型，但是舞台上的他和生活当中的他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生活当中的他就是马福礼 A， 舞台上的他就是马福礼 B。 那么从 A 到 B 之间，我们要做很多的处理，要做人物变形，要做一些夸张，目的是要让他达到舞台上马福礼 B 的真实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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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B 什么 AB， 我只知道他是我哥。现在舞台上他就不是你哥嘛？那么舞台上我们要演杀人的戏，我们还真的杀人吗？我们就是要通过演员的表演，搭上各部门的配合，让观众以为这是真的，以假乱真嘛。就怕以假乱真，看戏那帮人要真以为我哥跟马福礼他老婆搞破鞋，那我哥的名声怎么办？我哥毕竟没干过这个事儿。那你哥当年那案子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就说怎么回事。那天拖拉机开到半山坡，确实是坏了。我哥让马福礼踩刹车，他到后面去修车，结果发现大螺丝锈死了，一个人搬不动，就叫马福礼的媳妇儿过来帮忙。你接着说。他媳妇儿下来帮忙，刚一到车轮底下，一下就扑到我哥怀里了，然后拖拉机把他俩压死了。那人是不是马福礼杀的？反正马福礼跟警察说他杀了一对狗男女，还伪造了现场，把我哥跟他媳妇的裤子全给扒了，我哥的名字就这么毁了，毁人名者甚于杀人。多多，怎么了？我妈问我钱的事儿，你是不是跟她说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说。我的事儿千万不能让我妈知道。你放心，咱们俩是一头的，你妈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说的。现在什么都是市场化，我想以我哥的名义
给你们剧团赞助20万。条件呢？没什么条件，就是想用你们的艺术还我哥一个清白。那您的意思是改戏？那不可能啊。你想改就改啊，当我们剧团什么了？咱们做这个戏不是为了钱，是为了观众，对不对，团长？胡导演，难道李总就不是观众吗？喂，我说，多多怀孕了。赵凤霞勾引李建设，他为什么要勾引李建设呀？这也是一种可能。那剧本就全面推翻了，那我怎么演呀？我之前建立的人物全被推翻了，心疼了，觉得苦，觉得累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对待艺术，就是要把我们的自我奉献出来，哪怕自我每天被蹂躏，也无所畏惧。我们这个戏里有东西，好东西，迷人的，庞大的，深刻的。我们要做的就是穿透历史的迷雾，抓住这个东西。这个剧场，忘掉剧场，会有人来了。忘掉其他人，戏剧是自由的，我们是自由的。谁？哎呀，怎么还不下班？我们都是为你好，你咋还打人呢？你我们都是在帮你呀、啊！你就是季多多，你还打你妈？季多多，我告诉你，你肚子里的孩子绝对不能要。你要是不去把他打掉，我今天就死给你看！你过去绑他呀！马福里，你就是一窝囊废，你就是一刀狗！季多多，叛徒，帮凶，给我捆上！你说话，你这何苦？你让我住手！住口！住手！行了吧？啊，行了吧？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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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讲不出事儿。拜托，拜托，女人方便。自己方便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一家不为求财，就是日行一善。大夫大夫大夫啊，一点心意。哎，手术费都付了，一点心意，讲究。就像一场梦，像人生一样短暂，像梦一样悠长。就像夏虫不可语冰，就像沧海已成桑田，就像蝴蝶飞过庄周梦醒，是蝴蝶梦到了庄周。完事了，打不了了，再想想办法吧。胎儿都定型了，这孩子不能要。
那你闺女的命要不要？这个枕头太大了，不大，大，不大。多多不想怀，你是金多多B，所以你的肚子得比他大，这才像。像吗？像。你说像不算数。那谁说算数？多久了？四个月。你倒紧跟政策啊，二胎了。男的女的？不知道。圆肚子是女的，尖肚子是男的。他兴许是男的。男孩好。嗯，男孩好。起名字了吧？没呢。你叫老马，他叫小马。这名字好。小马。这名字好。小马。小马听见了吗？有名字啦。小马，你可是我们小区的一份子了。在这儿笑什么？还不起来倒屋去。好。小马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小马跟大爷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我孩子成你们的了。这多好啊，这你就不是那什么了。你要做我孩子的妈，生出来不得管我叫姐？对。这是我孩子，他要是管你叫妈，我就得叫你姐，叫他姐夫。假的，这都是假的，就是当着外人咱们这样，这关起门来在家里，他还是把你叫妈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为什么不同意？这样不挺好的吗？他是个杀人犯，我孩子他爸不能是杀人犯。我不是杀人犯呀，这你们都知道啊。我们知道有什么用啊？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是。整点，上来一趟。马老弟，知道我们。郑团长姓什么？不知道。副团长。知道我们副团长姓什么？不知道。副郑团长，郑副团长，这太难为人了，这个。所以，得知道叫这两个字儿。什么呢？团长，他们都这么大官了，还在乎这个？你可以叫错他们的名字，不能叫错他们的位子。那名字不就白取了吗？名字现在谁在乎那东西？狗哥，我在乎啊，我不是杀人犯啊。我知道，你也是好人，你在乎名声。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吗？什么？就在剧场里。胡奎廷和佳美搂着一块亲嘴儿的，太不像话了，太不像话了。胡奎廷的老婆还是我给做的媒哦，那是我大舅的表侄的外甥女，多好的闺女，我糊涂啊，作孽呀。
狗哥，这个不怪你，他们没有好下场，他们没有好下场。好着呢，现在是在这排练着呢。我听说拿了赞助，戏改了啊，又变成你媳妇儿勾引那开垃圾的啊。你还是杀人犯，杀人犯！你们话剧团怎么能这样呢？他们话剧团，我那个剧团完了，完了！狗哥，这个事儿你得管，你得给我做主。小白，你笑什么笑？不许笑！去把大哥扔下！检讨书，本人狗野武昨晚喝多了酒，侮辱损害了胡坤汀同志、贾梅姨同志的名誉。作为话剧团的老同志，我的思想觉悟不够高，辜负了领导对我的信任，辜负了导演对我的好，我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请领导和同志们给我一个改过自新、重新做人的机会。检讨人：狗野武。老狗的错误是严重的，啊，对内对外都造成了一个很不好的影响。所以呢，根据胡坤汀导演的提议，根据团领导层的决定，给予狗野武同志对内通报批评的行政处罚，同时扣除一个月的工资。好了，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了。市领导马上就来了，你们赶紧这个抓紧时间排练吧。
啊！来来来，坐起来，坐起来，上台看台啊！哎，来来来，把椅子摆到该摆的位置上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都给我兴奋起来！兴奋！对，兴奋！对，兴奋！哎，凳子摆好啊！每一回你们那个红布，红布拿过来！哎，这样呢？对对对，哎哎哎，干嘛？导演，对不起，是我拖累了你。你还疼吗？我愿意为你日夜工作，我愿意为你受求受苦。是男人不能为了他爱的女人牺牲自己的名誉。千千万万的女人为男人牺牲过名誉，一生玩偶之家。我不怕牺牲名誉，但是小戴昨天跟我说，你只是想睡我，不是真的爱我。这人心与人心之间，就像隔了一层幕布，谁看谁都是黑的。如果你相信他们说的话，那我也不解释什么了。那你到底爱我，还是只是想睡我呀？你说呢？激情的导演呢？还拍不拍了？一会儿领导来了啊！拍。先拍脸。来来来来。自己烧掉，去扒一个男人的裤子，他干嘛？强奸男人吗？是是，局长，您说的对，我也觉得这个有点不妥。历史不是小丑，你让他笑就笑，哭就哭啊！你们这是玩弄历史啊！当年主抓这个案子的是我师父，真相他最清楚。李建设就是个二流子，仗着有点技术，其实就会开个拖拉机，生活作风极不检点。那天在拖拉机底下，他动手动脚，赵凤霞碍于面子没有喊，他得寸进尺，还要强奸赵凤霞。马府里误以为有奸情，才松了刹车，压死他们。领导，这个马府里最近来剧团闹过，他说当年不是这样。他有什么闹的？当年法院是根据他的供词定的案，对不对？这是铁案。吴库斯啊，你们这个戏的价值导向非常危险，一周之内给我拿出一套整改方案来。哎哎，局长，咱们来开一个秘密会议啊。领导呢高度的肯定了咱们这台戏，总体来说是满意的，但是呢在一些细节方面啊
也提出了针对性的修改的意见啊，很少。意思就是又要改戏呗，导演，这剧本改来改去到底有没有个准儿啊？我都不知道我天天在这干嘛。就是布都换了三块了。你看精品嘛，它本身就是一个修改的艺术，是吧？别拽词儿了，你会不会当导演啊？你别这么说。你闭嘴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这个剧团就你这个新来的，把他当导演供着，他什么玩意儿啊？姚丹妮，你干什么呢？告诉你我干嘛？你配导演俩字吗？这个破戏我们早就受够了，听明白没？你被开除了。哎，你脑袋是不是被门挤了啊？咱俩都是正式员工，谁能开除谁啊？你哄小姑娘上床那一套在老子面前行不通，听明白没？导演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什么意思？什么什么意思？问你呢？什么意思？不想演就走啊？什么意思？你吓唬谁呢？啊！导演让我们走，走吧，走吧，快哭了都。什么啊？真走啊？哎呀，破糊涂啊！别说了，这步你自己收。他快哭了，走啊！别吓唬他，别吓唬他，走吧。快走！什么玩意儿？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。对对对，我就是想睡你。我不是要问这个。我一直想不通一件事情，在庄凤霞他们所处的那个年代，一男一女，大白天，明明知道驾驶室里有人。为什么要脱了裤子在车轮底下做那种事情呢？嗯，为什么呀？你不能跟你妈再吵了，她怀着小马呢，她不能生气。什么小马？那就是你假的。你怎么不说你妈我也是假的呢？我这样做到底为了谁啊？还不是为了你吗？独生子女现在的负担太重了，你妈的这份苦心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呢？国家都放开二胎了，你怎么到现在还不能接受啊？大爷，多多他也是一时没想明白，他很快就会好的，您忙去吧。你看你妈多体谅你，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体谅你妈呢？你不要以为将来有了小马他们会不疼你，哪会呢？当妈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，特别是你爸爸，他心里最疼的就是你。他不是我爸，他没资格当爸，他是个杀人犯。你还真不能这么说你爸。你爸爸过去是犯过错误，犯过罪，我们哪个人没错误啊？有错你就改嘛。我替小区里头监督你爸爸很久了，他是个好人呐，所以老天才会给了这小马。没有小马，小马四个月了，我现在打不掉了。你要是容不下他，你就是想让我死。你看你把你妈气成什么样子了，快给你妈道歉来。滚！你看好了。
整点，少来这套。我错了，各位大哥大姐，都是我对不起你们。哎呀，但是咱们这个戏戏。拍这也是我演了的戏，是不是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了，京剧导演要死在演员的身上。吴坤君，你能不能别再甩词了？哎呀，你喝一个。我当团长面，我也敢这么说，是不是？演员，在舞台上是导演的眼睛，你连眼睛都不要了，你不就这儿瞎了？我从今天开始，我眼镜我不要了，你们是我的眼睛，我要你们爽，我给你们抬轿子。为了这个戏，只要这个戏能成，我胡坤丁做牛做马。没，爸爸，你就别光死在小贾身上就行了。对啊，你是不是跟你媳妇儿要闹离婚了？老胡，生活跟戏剧一样。对，来，哎呦，得坚决，坚决。你要坚决，你就把房子给你媳妇儿。他不舍得，我舍得也是舍得的。但是那个房子是我爸留给我的。不要说这事儿了，有一句话我要说。好，胡导，之所以按照你现在这个年龄，按照你的资历，能拿到进省城演出的戏，对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太容易了。你要把握这机会，除了艺术上，还有生活作风上啊。老耿那是30多年的老团员，老资历，为什么给你做检查？都是给你们这个戏面子嘛。你要懂事。我懂了，团长。不是，我爱你。懂啥事？是喝呀，喝酒。老耿，我跟小姐爱着你什么了？我就喜欢他，他也喜欢我，冒犯你什么了？我冒犯了强者的什么权利？我冒犯了前进的什么要求？我冒犯了无规则者的什么规则？我冒犯了什么变换花样的要求？我冒犯了什么自由落体定律？彼得·哈克特冒犯观众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去找小贾排练。排完练我还在这睡觉，我就跟小贾睡觉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快来吧，太不要脸了！我就想拍个戏，我到底冒犯了谁？刚进去不到半个小时，108房间。谢谢狗叔。人呢？喝多了。开门。真的喝多了。先把门打开。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。
小三你，你信不信？我把全单位的人喊来，让人看看你们干的好事。你叫，你把所有人都叫来，把事情闹大，看谁更难看。别找我理，别找我理，眼镜。国哥，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，帮帮你侄女？她去捉奸，能吃什么亏啊？狗男女还敢打原配啊？反了天了！王老弟，你翻案的机会来了。什么机会？我们这是市级单位，我侄女抓奸抓双，胡国定的名声就得臭了大街，名声一臭，他干不了导演了，那戏就得停，戏停了，你就能翻案了。你杀人犯的帽子就能摘了，公叔，他们打我！反了！为天理！怎么了？这是？老妈，当年你做的对，狗男女该杀。当年我没杀人，你为什么不杀他们？胡坤丁就是李建设。贾梅姨就是赵凤霞，你以为他们打的是甄曼玉吗？他们打的是李毅，这跟30年前有什么两样啊？你的事儿会被他们一直来回来的说，来回来的演，拍完了就会公演，公演完了就会巡演，一巡演，你这辈子也翻不了案了。你们不能这么做。那胡坤丁是有老婆的人，你们年纪轻轻的，你干点什么不好？为什么非得干这个呢？我们是在谈恋爱。你们这叫什么恋爱啊？你再这么下去，你就跟当年的赵凤霞一样，你就变成破鞋了。你知道赵凤霞是什么样的人吗？你想过她为什么背叛你吗？她明明知道你在拖拉机上，她还要跟李建设在车轮子底下做那种事情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真心相爱。他们真心相爱。那我成什么了？你就是个王八蛋。我是王八蛋？对，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是侮辱。你不光侮辱了赵凤霞，你侮辱了我们这个戏，侮辱了我们导演，侮辱了我们演员。我怎么侮辱你们的？你侮辱了我们的自我。我什么时候侮辱你们的自我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已经是赵凤霞了。你是赵凤霞？你老婆是赵凤霞 A， 我是赵凤霞 B。 你做的那些事情就是侮辱了我的自我，你侮辱了贾梅姨的自我，你不只是个杀人犯，你还是个王八蛋，无愧王八蛋。不，老马，你冒犯了，你冒犯了人家搞破鞋的人，人家正在恋爱，你呢？你是个连老婆都侮辱的人，你还侮辱导演，侮辱演员，侮辱了他们的自我，你还侮辱了贾梅姨的自我。你不光是个杀人犯，你还是个王八蛋，乌龟，王八蛋，砰！大姐啊，差点撞着您呐，这多危险呐！这是跟谁呀？这还怀着孕，这要出点什么事儿，谁能负得起这责任呢？要不您先起来。我们不起来，你们要是今天不给我们一个公道，我们就死在这儿。小战，小战，啊！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。你要干什么？跟我走吧。你老公根本没有想你，你别这样，你再这样我喊了，你喊了，我们就是破鞋了。我倒无所谓，我倒无所谓。可是你以后在村里，还怎么做人？你，谁啊？我。
梅姨。你们都听好了，我是他老婆，他是我老公，他昨天晚上喝多了说那啥了，你那什么。我今天想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团长，这什么情况？我还想知道。姑娘，你那什么呢？拿出来我看看。怎么我老公就那啥了，你那什么了？没这回事。没这回事是吧？那好，现在网上到处都是我老公那啥了你那什么的视频，我希望你马上拍一条视频放到网上，告诉所有人我老公没有那什么了你的那啥。这事儿是你老公说的，小贾凭什么给你拍这个视频啊？一个巴掌拍得响吗？他要是不说清楚，我老公以后怎么做人？你老公爱怎么做人怎么做人。就他那啥，他配吗？那啥还有配不配的，他不配那啥他，那你是不是就配那什么我了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就配那什么我了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哎呀，这不要跟他一般见识，咱们回去走，回去走。怎么说话的？这都是什么跟什么？我为什么要那啥你啊？啊！我吃饱了撑的，我闲的，我那啥你啊？胡坤丁，怎么说话的？你就这么对待群众吗？就这样对待身怀有孕的群众吗？你要疯了你！团长，我这不是替小贾说话了吗？小贾，你怎么能招这样的事儿呢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排练。胡坤丁说你搞破鞋呢，你又把小贾拉出来干什么？谁搞破鞋了？剧团谁不知道啊？那都是误会。是，小贾确实经常找我聊剧本，他是喜欢我。你暗示过吗？我都拒绝了，但是我又不能做的太过分了，是吧？毕竟他是我的演员。当你的演员太丢人了，你说那是人话吗？团长，这戏我演不了了。你现在撂挑子，你不演谁演啊？你演，你演，你演，你演最好了，好了好了，都别吵了。这个戏暂停排练。回来了，哪来的鸡汤？哦，多多，你妈问，哪来的鸡汤？大爷送的。哦，给小马妈的。哦哦，大爷。那就是给你喝的呀，喝吧。小马妈在那儿呢，我又不是，拿走。干嘛呢你？热。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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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帮你。哎，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没干嘛，都四个月了，还想着那点事儿啊？没有，没有。要不要小马了？要要要要。哎，你们鸡汤喝了吧？鸡汤还没喝呢，刚看见。哎，你们现在必须要喝，喝！我要看着你们喝，喝喝。现在就喝。喝！哎，喝喝喝。你炖的呀，大爷？你拿我手机干嘛呀？行行行，行了行了，就不管了，快快快快快，喝汤喝汤。
经过团领导团的研究啊，正式决定这个戏先停牌。至于什么时候复牌，那要看事情调查的结果如何，尤其是马夫李一家反映的情况。说你呢，你真行，人家还怀着孕呢，这天天挺着一个大肚子在门口躺着，这是团里这是什么样子？这是啊，说笑话，万一要出点什么事儿，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？团长，责任我负，但戏不能停。一会儿所有演员跟我到办公室去啊，咱们商量办法。当务之急是要找到贾梅姨，女主角失踪，这是非常严重的情况。团长，你不要再说话了。胡坤丁，我现在看见你就烦，听到你的名字我就恶心，你一个人在这好好反省。其他人现在跟我走。老狗，哎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走。哎，在你心里，没有比公之于众更好的认罪方法了吗？上帝都知道了我的罪，上帝也并不需要把我的名字钉在教堂上。这可是我的名字啊！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有另一个名字了，因为我撒谎了，因为我还不如那些被你吊死的人脚下的尘土。我已经给了你我的灵魂，就饶过我的名字吧。阿瑟米勒，萨勒姆的女巫。停！谁？我，姐夫，你这搞破鞋，还搞出诗意来了。好消息，咱们赢了，那话剧团那戏停了。这回小马可立了大功了。这回你马叔的案子也可以翻过来了。多多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案子只要一翻过来啊，我就不是从前的侮辱演员，侮辱了他们的自我，你还侮辱了贾梅姨的自我。你不光是个杀人犯，你还是个王八蛋，乌龟王八蛋。虎哥，再帮我一次，再帮我一次！停牌了，你赢了。哎呀，我没那个啥，你帮我开个证明，证明我没那啥嘛。你要是糟蹋自我，我连自我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，我怎么给你开？虎哥，再帮我一次，再帮我一次！团长办公室，他是领导，他开了算数。看在你媳妇肚子里孩子的份上，我对你仁至义尽了。你把我们团搞成这样了，你还想怎么着？你再这么搞下去，你把我的自我都那什么了。只要你能给我开证明，你可以那啥我的自我。你有自我吗？你长恨此生非我有，何时忘却盈盈。帮我再想想办法吗？方案没戏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还是闲了。为啥嘛？为啥不得问你吗？是盐放多了呢，还是豆花放少了？我是说为啥翻不了案了。人家法院说翻不了，所以你的案子就翻不了了吗？那翻不了了，你还让我行动？你不行动你咋知道翻不了呢？老马，我们做事情不要只看结果，我们要为了过程本身。
你的案子确实是输了，可是你赢得了更重要的东西。我赢什么了？我赢房子了，我还是赢地了？人和动物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？思考，有逻辑的思考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知道你是谁，从哪儿来，要到哪儿去。比如你现在成了自我玷污者，可到底是别人玷污了你的自我，还是你玷污了别人的自我？这是个问题。你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你的自我何处安放？你清楚了没有？我不清楚。也不知道现在非洲的天气怎么样了。皮哥，你说我应该怎么办？科学说。谁？科学。哦，科学，科学挺好的。科学不认自我，顶多就是个说法，自我根本就不存在，就好像浮云一样。谁说你跟自我乱搞，他才是乱搞啊？科学说的对，科学说的太好了。我们家老爷子中风以后，我到处求神拜佛，什么能够保佑我，我就求什么。结果求了个一溜够，中医西医看了个遍，到最后还是走了。难过，肯定难过。主要还是解脱。今天到了派出所，把老爷子的户口一注销，这事儿就算彻底解脱了。节哀，皮哥。老马，哎哎，不要相信什么天堂、地狱、投胎转世，科学讲究的是实事求是。你这个豆花大了就是没盐味儿吧？人没了就是没了。到火葬场一烧，户口一注销，这辈子好的坏的，想要的不想要的，通通都没了。全都没有了。还有一张死亡证明，人活了一辈子，就剩了一张纸，还是复印的。Thank you.
就像一个梦，就像人生一样短暂，就像梦一样漫长。我替观众谢谢你，要不是你把当年压死人的拖拉机找回来，这戏也不能上演。拖拉机在哪儿呢？我这不带你看来了吗？你只能在这看，不能下去啊。哎哎，那我替赵凤霞谢谢你，要不是你放弃了导演的署名，愿意替刘易斯演李建设，这个戏也不能上演。就像夏虫不可语冰，就像沧海已成桑田。我离婚了，房子车子都给他了，我现在什么都没了。我这是最后一次帮你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被提前退休了，以后都是保安轮班守门。就像蝴蝶飞过庄周梦醒，等这个戏演完我们就离开这儿。是蝴蝶梦到了庄周，还是庄周梦到了蝴蝶？把以前的事都忘掉，重新开始。再好的东西到了时候也得说再见。不管，你只做你的梦。我想说说李坚石和赵凤霞的那段故事。什么故事？这回我不光找到拖拉机，还找到了一个人。谁？我找到了赵凤霞的表姐。她说李坚石和赵凤霞是初中同学，上学的时候就眉来眼去。赵凤霞没考上高中，回家务农。那时候一个村里，一个镇里，可能一辈子也见不着了。谁知道李家被下放到隔壁村，李建设成了拖拉机手，与赵凤霞又开始了联系。怎么联系？那个时候又没有手机。靠表姐给传话。两人想私奔，表姐说没有介绍信你们哪儿也去不了，况且这也不是正经人干的事情。表姐怕真出事儿，就告诉了赵家。赵家把赵凤霞嫁给了马福礼，生米做成熟饭，赵凤霞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可是李建设知道了这事，失魂落魄。听说他在拖拉机下面躺了三天三夜都不出来。躺在拖拉机下面干什么？你会知道的。那再后来呢？李建设考上大学，走前拿两瓶黄桃罐头求表姐，说想见赵凤霞一面，没想到赵凤霞不想见，说李建设考大学就是为了自己有门的。可李建设带来的话是，他这辈子都不会结婚了。赵凤霞还是不想去，她管不住自己。表姐说不见不行，罐头已经吃了，赵凤霞没办法才答应了。那马福礼为什么会在车上？表姐还是怕出事儿，就撺掇马福礼同去的。那马福礼知道这些事情吗？什么也不知道。后来呢？后面的你都知道了。也就是说，他
他们一个用结婚来惩罚自己，另一个用不结婚来惩罚自己，可能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能够获得幸福是不对的，是不道德的。就像表姐说的，大白天在拖拉机下面干那种事，像畜生一样。表姐为什么现在才把这些说出来？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人问过她。表姐现在在哪儿？她就在观众席里。她说的这些有证据吗？有。在哪儿？你会看到。我去后面看看。嫂子，你也下来帮忙。嗯。这就是你穿过历史的迷雾想要抓住的东西吗？对，就是他。我得到他了。我想要你。现在？是。这儿吗？是。过了今晚你别再来找我了，我不爱你了。踩住刹车，可不敢松开，松开我们就没命了。放心吧，踩着呢。你没踩住。你有病好不好？你不能装样子，你踩住，你不踩住他们就没命了。新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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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年。你有新年是吧？你踩住了，放心吧。新年，新年。
多多，多多，多多，你跑哪里去了啊？我们都担心死你了。今天事情解决了，我现在手里啊有一个死亡证明，回头你配合我一下，就能把我的户口给注销了。户口一注销，我就没了，我就成马弗里币了。什么杀人犯、王八蛋就都不存在了，我就能当小马的爹了。多多，这些日子我知道你不容易，就像你妈当初怀你的时候，你亲爹跑了。但是你想想啊，要是当初你妈没把你生下来，那怎么会有现在的你呢？那怎么会有咱们家现在的好日子呢？是不是？就你现在怀的小马，就好比当年你妈怀的你，懂吗？你一定要挺住，不能做傻事儿，哦。东西我搁在窗子上了，这个事儿千万别让你妈知道了。
你要热就把那枕头摘下来。跟裤子缝一块了，摘不下来。老狗给下麦了。多多要是把小马生下来了，他就知道养个孩子不容易，他就会更孝顺。那时候就不是多多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，就是小马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。你怎么了？我在想，如果我们那时候不在小马身边，小马让人欺负了怎么办呢？怎么可能呢？谁会欺负小马呢？谁呀？谁会呀？那谁要是欺负小马，我就跟他玩命。你干嘛要玩命啊？那我们还得过我们的日子呢。哎，我们还有什么日子好过的？我们现在不就是为他们活着吗？那不也得活着吗？那不管怎么样，不是也得活着吗？我们以后的日子还那么长，碰到的事儿就更多了，那我们不是得熬着吗？熬着熬着就习惯了，我们还得熬到老，熬到死，熬到死那天，那我们就算歇下来了。回头想想我们受的苦，好像都是对的，都是值得的，谁知道呢？是吧？再等等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只要咱们活着，日子就会好起来的，是吧？怎么了？你怎么说这些？啊？你不要胡思乱想了。咱们不都挺好的吗？咱们一家人，咱们会幸福的。要有信念，要有信念。信念，好。有信念，有信念。打我你！
市文艺模范单位市话剧团首次排演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原创剧目。话剧团选中了30年前在鸬鹚乡马家沟村发生的一起拖拉机杀人案件。话剧团以这起案件为原型改编创作出三幕话剧《刹车杀人》，该剧正在排练中，导演胡坤丁应邀接受本台记者采访。生存还是毁灭 ？To be or not to be？ 他的脚在松开刹车那一瞬间，他在想什么？挣扎、犹豫、痛苦、愤怒。他的脚在狂喜，他的脚在哈哈大笑，但是他内心在流泪，在抽搐，在哭。他意识到自己在杀人吗？这就是复杂的人性，这其实就是艺术上的思辨性。我希望我的戏不是生活本身，它是一面镜子，它反映出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时代的关系，还有人与生活的关系。我要把艺术还给世界，把世界还给人，把人还给他们自己。我要让这个问题冲击你，摩擦你，拥抱你。人人都是哈姆雷特呀，他就是马家沟村的哈姆雷特。他说呀，我爱你，但是现在还不是说爱的时候。我手机还给我。你还年轻，还能生的，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闭嘴，说，听我的，他求你呀。他说，别把事情搞复杂。我说你好。他说，为了不处理，我没办法跟你谈未来。谈什么未来呀？我没办法处理，我没办法跟你谈未来。我没办法处理，我没办法跟你谈。你赶紧走，赶紧走！他肚子里也是个枕头。大哥，你太有才了，你给自己家孩子取名叫枕头。不，孩子叫小马。哦，小马的小名叫枕头。小马就叫小马，不叫枕头。小马原来是个小枕头，现在小马长大了，所以要换个大枕头。我明白了，这肚子里的孩子叫小马，但是小马长大之后要睡咱的大枕头，不是吗？不是睡，就是。啊，小马长大了要变成大枕头。不是变，它就是小马。小马啊，长大了，所以呢，这个枕头也要换个大枕头，要不然这肚子看上去就不对了。我懂，小马和枕头要配套，要不然它躺着它肚子不舒服嘛，是不是？不用躺，它看着就不对了。小马就是枕头，枕头就是小马。对，马枕头，他俩太幽默了，是不是，各位？对。来，各位。